幼猫吃了奶嘴能消化吗？幼猫吃了奶嘴后是不能自行消化的，但奶嘴一般会随着猫咪肠道的蠕动通过粪便排出体外，有时吞入的时间较短，还可能会引发呕吐，直接将奶嘴吐出来。但奶嘴也可能会堵塞在食道或者肠道中，造成窒息或肠梗塞等严重情况，因此幼猫吞下奶嘴后一定要及时前往宠物医院进行 X 光的检查，确定奶嘴的位置，并给予相应的催吐或促排的措施。